好嘛，好好练呀、啊。楼梯又没了。也没有。接下来需要找那什么，海绵糖、化妆。化妆的设备，就这几种。放这儿吧，放这儿有点离那基地太近了，放这儿。四悬浮完成了。嘛，这又没有那啥了，去骑着它。但是又没有铁了。
修复完了，接下来就差他了。这把他抽出来了。生产吗？差点石头。飞机电力系统材料可想先去超市，这差点玻璃，
飞机了。
记得找我的。堆叠的集装系统是要黄的，他第一个里杀出来的缺少原料，电路吧，这些东西，高难题，在这里就有题。那不够了，还是缺铁吧，铁吧，找我的铁吧。那边拿跑了，那就是铁矿太少了。柴油的
这边这啥塔没出来，这些东西都出来了，三个，这。 还没有出闸，先把它处理处理吧。哦，我刚要走，就出来了。燃油秩序站，造出来。 头疼，是啥？对，先把其他的走。 这是那种小飞机呀，这错了，差了一台，得拍那一个这啥的生产线啊。 谢谢观看，剪辑小逆，拍摄小逆，最后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收藏、投币。